在职妈妈既要兼顾工作，又要照顾家庭。冷静，佢好辛苦嘅时候，你帮唔到佢，即系新手父母最难摸索嘅地方咯。放弃工作，全职做主妇，可能仲大压力。我老公一放工翻嚟之後咧，就即係三個女人一齊喺度喊咯，即係大嘅又大喊，細嘅細喊，我又喺度喊啊！唉，即係都唔知點湊得大啊兩個，成日都好委屈，覺得自己因為你兩隻嘢，所以我犧牲曬我成個人生。生小朋友本應係一件開心嘅事，但香港欠缺完整嘅家庭友善政策，佢哋嘅辛酸又有幾多人能夠體會呢？哎呀，好烦啊你！得啦，知你中气十足啦。Shelly 旧年结婚，八月生咗仔仔日日。仔仔出世嘅时候重八磅几，食量大又好黐身，令 Shelly 呢个新手妈妈好头痛。即系佢喊，你唔知佢喊乜。佢最爱嘅奶奶都唔肯饮，系有风啊，唔舒服啊，边忽唔舒服咧？阿妈妈帮你换过个嘴啦，你咪唔中意呢个嘴啊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我老公谂住生四个，叫日月星辰。跟住咧，咁我就同佢讲，我生四个咁多。咁好難湊嘅喎，咁啊而家生咗第一個咧，佢都頂唔順啦，開始我話好啦，生埋阿月就算啦。Shelly 是雙職媽媽，在中學任教。她說香港生活指數越來越高，要做全職家庭主婦一點都不容易。買了大概200元左右，應該貴，不過沒計了，因為都要吃的。會不會老公想你回全職？他找到佢揾到3萬8萬就係咯。咁我亦都有朋友咧，佢就真係全職家庭主婦嘅。咁老公要兩份工咯，要打，咁先至 support 到咯。Shelly 的產假還有一個星期就結束，她開始擔心上班後好黏身的仔仔是否適應到。她說在香港託兒服務不足，產假又少，她打算上班後請奶奶幫忙湊小朋友。煮了整個多鐘，只洗菜啦、烚菜啦，同埋呢一個煎雞髀咯。全職真的很偉大的，因為24小時對住佢咧，又要俾佢同佢玩啊，更加難以抽身去做家務咯。有陣時候都會精神崩潰嘅。我首先要俾我奶奶適應咗先，要有心理準備咁樣，即係佢係一個比較冇乜安全感嘅小朋友，希望老人家明白咯，係啦。咪都會俾佢喊嘅，冇所謂嘅，你咪俾佢喊咯，係啦，只要唔好喊傷個喉嚨就得噶啦。媽媽最有耐性，因為你知道，都
你冇可能拋棄佢嘅，因為真係你懷咗十個月先生到佢出嚟，仲要痛到咁樣，先生到佢出嚟，佢就算點曳啊、點衰啊、點難搞啊，你都要啃噶啦。钟婉儿是天水围一间社福机构的总干事，过去二十年一直关注妇女权益。她说香港社会一直忽视妇女的劳动力，家庭主妇的角色不被尊重。这日她就同妇女团体准备到立法会请愿，要求政府加强对妇女的支援。照顾压力爆晒煲，照顾压力爆晒煲，支援服务乜都冇，支援服务乜都冇，我将啲压力抛翻俾政府。香港去到而家21世紀咧，仲有一個奴隸嘅制度咧係未解決嘅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家奴支援咧係零嘅，我哋要揾一啲個託兒服務，其實難過登天。唔通我哋唔使休息嘅咩？唔通我哋鐵打嘅咩？呢日佢到金鐘請願後，又要即刻趕去街市買餸，煮俾小朋友食。佢話政府成日講釋放婦女勞動力，但實際好少政策配合在職婦女嘅需要。佢好好彩，任職機構俾佢彈性時間翻工，同時兼顧工作同照顧小朋友。放工咧，一上車就瞓著，跟住係會瞓一陣，佢即係轉車再醒，喺呢段時間都喺度瞓覺。攰噶，不過就揀選擇即係寧願咁樣啦，因為如果唔係話我再湊落去，我諗我會發癲咯，即係咁攰都好過發癲啦。鍾婉兒2008年生咗第一個女之後，曾經辭工做全職媽媽，由職場上嘅鐵娘子變成屋企嘅小婦人。佢內心經常問係咪犧牲得太多，仲差啲患上抑鬱症。最后决定重返职场。点？妈咪，饮可可可乐。阿婆婆啲凉茶饮咗未噶？饮咗。其实嗰阵时系成日都记有啲经典场面噶。我老公一放工翻嚟之后咧，就即系三个女人一齐喺度喊咯，即系大佢又大喊，细又细喊，我又喺度喊咯。成日都好委屈，觉得自己因为你两只嘢，所以我牺牲晒我成个人生咁。我嗰阵时系觉得自己好冇用嘅。點解唔突破得到？其實追求唔自己理想，咪放低個細路咯。即係自己又好似拉扯喎，裏邊又即係冇職嗰種想像又好拉扯，覺得自己我唔可以咁自私嘅，即係傳統同埋諗法嗰啲係會撞擊啦。咁嗰個位係辛苦嘅。我覺得係即係中國人先係咁嘅，即係要咁糾結咁樣去，其實調翻轉頭有啲情感勒索嗰種狀態咯。下邊你攞個密書房出嚟先，跟同你密啦。你温咗未噶？其實，鍾婉兒話：出翻嚟做嘢之後，試過揾附近嘅資助幼兒中心同社區保姆協助照顧個女，但全部冇位，最後只能夠做兼職。佢話好多婦女想出嚟做嘢，但欠缺支援，所以佢主張政府將家務勞動化成國民生產總值，津貼下家庭主婦。你又話釋放婦女勞動力，咁我讀完書出嚟，咁其實你都想我貢獻社會㗎，係嘛？咁但我就想放低個細路嘅時候，點解會咁得意地咧？原來係冇服務嘅咧。咁同埋即係揾極社區保姆好，即係幼兒中心好，育嬰院好，咁其實全部都基本上係冇位嘅。即係你社署搞乜鬼啫？即係嗰種感覺好怪咯。你試下將我哋家庭主婦啲工作將佢外判咧，你將佢化曬做 dollar size 咁去計啊，咁我哋計嗰條數其實係即係年薪咧有百幾萬個情況，你先可以運作得到嘅。咁我哋唔係要你百幾萬啦，咁就俾翻一啲嘅即係牛奶金啦，可能大概折翻香港係大概1,000-2,000蚊到一個小朋友咁樣啦。Matina 是棟篤笑表演者，十年前還未生小朋友，她已經開始接觸棟篤笑和參與演出。而
而家每个月会定期同其他表演者聚会，好多时都会带埋大女嚟。我尽量都会带佢出嚟嘅，因为咧，如果我唔带佢出嚟咧，就 that means 我老公一个睇两件咧，佢就会比较吃力嘅，我觉得。因为佢系翻下昼班嘛，咁所以佢一放学冇几耐我就要出嚟啦，咁冇时间喺屋企做埋功课先出嚟啦，咁咪咪带埋出嚟咯。你而家做紧咩啊？做紧大戏。你喺度做紧咩啊？我而家喺冥想紧。Martina 呢日同其他表演者为一星期后嘅演出练习，佢话好珍惜同朋友每月一次嘅聚会。一齐玩龙碌士嘅朋友系我除咗屋企人之外最常见嘅一班人咯，咁所以佢哋好似系我嘅第二个屋企。呢度可以做真系自己好开心、好 enjoy 嘅事，唔系话屋企唔 enjoy， 咁但系即系呢度唔需要换片啊、食诶，见到冲凉啊嗰啲啦，咁样样。咁同埋即系见到正常嘅成年人可以有成年人嘅对话啊嘛。即係成日都好 frustrated 咁上個台，我個女又咁，我個女又咁，真係好戥佢哋慘咯。係咪啊？戥我慘？唔係，佢哋兩個鬧交嘅，佢哋兩個係。係啊，我慘咩？我都好慘咯，我男朋友嗰啲黑嗰種反係咪？佢話：誒，你成日湊女嘛？我知，但係咧喺佢本係唔知嘅。點解你要請我？我覺得幸運嘅，我仲可以有少少時間出到嚟做自己嘅嘢，即係我係好 blessed 嘅，係可以，即係起碼我嘅先生會支持我，俾我出去啊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唔反對係已經係好大嘅支持啦。好多全職媽媽既要照顧家庭，又想發展自己嘅事業，經常要同時間競賽。Martina 呢晚有場小型表演，但佢要喺出發前做好曬啲家務。我整意粉、雞翼。滾白菜其實應該簡單咗噶啦，因為雞翼係焗嘅啫嘛，咁又唔使炒啊。咁湯都係可以整定嘅，咁所以總之喺我個女翻嚟之前，如果我整得曬咧，咁就可以唔使咁講啦一陣。最安靜嘅時間係好珍惜嘅，但通常好快就過咗。咁因為棟篤笑係要笑噶嘛，咁你講一個 idea 未必係。好笑嘅，你一定要有 punch 位啦。你寫完之後，你再諗我點樣樣去講咧？呢個説話我嘅語氣係點樣樣咧？嗰個快慢係點咧？我喺邊度停一停咧？咁嗰個係再你有一嚿嘢之後，你再去雕琢咯。講翻去佢要放低個書包啊，可能食啲茶點啊，玩完之後翻屋企要沖涼啦，跟住我要煮飯啦。你快出去啊！我先生喺度，佢知道我夜晚要出去做棟篤笑或者相關嘅事情咧，佢就會自動請應話我早啲翻嚟啦。同到細玩啦，同到大嘅做功課啦，有陣時候同到佢哋沖涼啦。而家佢喺度就可以爹爹咯，我可以專心喺廚房做埋廚房嘅事咯。虽然不是大型表演，但今晚 Martina 要做埋主持，佢话好多嘢都未预备好，有啲担心。我介绍我自己先，我系 Martina， 我系今晚嘅 host，Martina 系啦，耶！咁啊，有一次我个女 interview 完出嚟，我问佢，我要套佢料啊嘛，睇下佢头先见咗啲咩，我阿女啊，有冇问你认字体啊？有啊，有中文字同埋英文字咯。你識唔識啊？中文字我識少少啦，英文我一個都唔識啊！咁啊，多謝呢啲笑聲，係明顯話俾我聽係唔 work 嘅。我下一個。你今日咧，我覺得自己表現如何？如果100分滿分，六十分。
係好嬲，真係好猛。其實應該好好多嘅，可以做得更加好嘅，但係去唔到咯，因為即係礙於時間同埋精神，真係唔夠咯。政府統計處在2013年的調查顯示，香港約有600,000名家庭主婦，當中差不多530,000婦女選擇不會繼續工作，主要原因是處理家務和照顧家庭。放了兩個月產假的 Shelly 這天終於要上班。你有月差少少，想翻工，其實冇乜走啦，唔收啦。Shelly 两夫妇翻咗工 ，BB 由奶奶凑，佢哋唔想请外佣，又一直揾唔到托儿服务。为咗凑孙，奶奶辞埋份工，虽然近期佢整亲双手都冇得休息，仲搬埋嚟住。我唔推身就係覺得幫佢唔到，有壓力自己。作為做阿媽，咁都幫唔到，你靠邊個幫咧？咁樣，邊人都靠自己噶啦。我覺得你哋啲後生咧，咩咁大個咁負擔咧，好辛苦。三小朋友就係虛身事，點解轉頭嚟唔虛身呢？就係嗰啲壓力。我兩個仔都唔想生 BB， 佢就問啦：佢話媽咪生 BB 生嚟做咩啊？嗱，肯定生我噶啦，你得到咩報酬啊？問你而家仲係細未知，翻嚟叫爸爸媽媽啦，同你傾偈啦。咁我好多嘢俾錢都買唔到。Shelly 的先生 Cliff 很想找政府资助的托儿服务，但他们住在马鞍山，最近的中心在大围，要坐成半个钟头车，兼且全部满额，最后无奈都是要请外佣帮手。朝头早因为马鞍山的塞车情况很严重的，即原本可能两三个字车程，我试过九个字都去不了，对于我自己来说就即不是那么用得着咯。政府不时提出加大托儿名额，但有业界批评，现时全港两岁以下的政府资助育婴院名额只有约1000个，相比起近两年有超过100,000名婴幼儿人口，简直是杯水车薪。而家我哋等候时间咧，最短九个月，可以去到15个月。咁其实你咁下家长系几咁彷徨？啲家長形容就話咧，攞到個位好似抽中咗馬標咁樣嘅，因為佢就可以安心翻工。Martina 今日表演棟篤笑，佢話每次出場都總覺得預備唔夠，希望個女長大後自己有更多嘅時間鑽研實踐夢想，由全職媽媽變身成為全職棟篤笑表演者。OK， Naomi， 我同你去一次 Vivi。跟住我就 leave you alone 啦 ，OK？ 快快快，呢邊開 show 之前，我同佢去一次廁所先咯。如果突然間做下嘢，佢話要去廁所，咁就大鑊啦。咁都會係都要兼顧埋佢，一定要買杯雪糕俾佢啦。咁樣同埋一定要 prep 定佢一陣間唔好走嚟走去啊，或者你唔好走出台啊，唔好亂咁講嘢啊，咁樣。我嚟介紹，希望大家俾熱烈嘅掌聲。我哋嘅好好笑嘅媽媽今日 comedian Martina。好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Martina， 我有兩個女。我試過有一次咧，有觀眾話：，哇，睇唔出喎、啊。
因為望落去似仲係陀緊咁啊。嗰時啱啱未瘦身啊，而家都未嘅其實。有一日我同我老公講：神啊，我老公，我真係好辛苦，湊住兩個全職，我一啲私人時間都冇啊，真係好辛苦啊！你明唔明啊？試下飲多啲水啊！過咗好多日，我問翻老公咩叫做飲多啲水咧？點解我而家 complain 咁冇時間飲多啲水係點咧？咁你飲多啲水，你咪會去多啲廁所咯。咁你喺廁所咪有私人時間咯。而家嗰種心情係開心嘅，因為頭先係我覺得係中上啦，咁嗰個反應係咁，所以那個感覺係好好啊。咁但係而家我跟住就諗啦，幾個鐘頭之後我翻到屋企咧，屋企應該好多碗啊，地下兩日冇拖過啊，今次食嗰啲嘢碗攤曬台啊，我一陣翻去要面對嗰啲咯，係啊。但係即係呢個就係好開心嘅，有啲即係好有滿足感咁樣樣。